在今年的这一个科技展，我们特别推出车牌付，车牌付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专利，这是我们台湾银行一共得到124个专利，在过去两年半以来，其中有17个是自行发明的专利，其他是属于创新型的专利。而车牌付呢，是透过车牌的辨识跟金融支付来结合，提升客户这一个加油支付的体验，免找零，免刷卡，免扫条码，也免扫 QR code， 支付机会方便，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跟时间，甚至这些 data 未来可以做进一步的使用。台湾银行也很有幸能够跟工研院来合作，开发出所谓的光码付，就是以最新的光通讯的专利技术，把商品资讯把它标印在光里面，结合金融支付，透过一般常见的光源作为媒介，以至于可以让这些支付更容易的、更普及的融合在生活当中，让客户体验生活金融圈的未来世界。那此次的这一个合作所开发出来的光码专用 APP， 我们称台银光码轻松付，我想这一个领先的业界至少有3年，客户可以下载程式安装之后，手机内就可以扫光码，透过光码里面的无形资料，让客户随时可以看到商品资讯啦。譬如今年刚推出的仓鼠套币，那这一些呢，你就可以直接透过光码付，就可以上去点看，而且选择购买，线上支付完毕，让整个交易变为更为顺畅。